新机枪 MG36 和 MR49 谁更强？他们都是使用 5.56 毫米子弹的新机枪，今天从十项属性来对比他们谁更强。一、伤害， MG36 打身体是40点，爆头94点，打四肢18点，打脚11点。 MR49 打身体是39点，爆头91点，打四肢17点，打脚10点。 MG36 伤害更高。二、射速，经过实测 ，MG36 的射速为 11.07 发每秒 ，MR49 的射速为 11.42 发每秒 ，MR49 射速更快。三、秒伤 ，MG36 的秒伤为 442.8， MR49 的秒伤为 445.38， MR49 秒伤更高。四、伤害衰减，用100米距离来测试 ，MG36 的伤害从40变成了39，衰减了一点伤害。MR49 的伤害从39变成了38，也衰减了一点伤害，两把枪打平。五、换弹时间 ，MG36 装了弹匣后，普通换弹为 3.7 秒，战术换弹为 3.3 秒 ；MR49 普通换弹为 5.8 秒，战术换弹为 4.6 秒。MG36 换弹快很多。六、子弹初速，经过实测 ，MG36 的子弹初速是909米每秒 ，MR49 是811米每秒 ，MG36 子弹初速更快。七、弹容量 ，MG36 的弹容量是30/100发。MR49 的弹容量是75/150发，无论是扩容前还是扩容后，都是 MR49 弹容量更多。八、配件 ，MG36 配件是三个 ，MR49 配件是四个，但 MR49 多的是一个侧瞄，实际需要的配件数量是一样的。不过 MG36 能装的是枪口 ，MR49 能装的是枪托。九、后坐力，先对比满配腰侧的后坐力，都保留30发子弹，先是 MG36， 再是 MR49。MG36 的水平后坐力更低，垂直后坐力两把枪差不多。再对比满配开镜射击 ，MG36 是这样的 ，MR49 是这样的，还是 MG36 的水平后坐力更低。十、特殊功能 ，MG36 自带三倍镜，如果安装瞄准镜的话，只能装红点和全息，而 MR49 就是正常的机枪，最高能装六倍镜。总结 ，MG36 伤害更高，换弹更快，子弹初速更快，水平后坐力更低，自带三倍镜。MR49 射速更快，秒伤更高，弹容量更多，最高能装六倍镜。所以结论是，两把枪综合实力很接近，基本是五五开的局面。但 MG36 水平后坐力比较低，对压枪技术一般的玩家来说，还是 MG36 更实用些。